活泼的节奏搭配温暖歌声，疗愈系乐团理想混蛋演唱，现场气氛好秋。紧接着带来成名曲，和羽球国手王麒麟同台飙唱。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登上大型舞台唱歌，王麒麟显得好紧张，沉稳的歌声惊艳全场。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周末在阳光剧场开场，意想不到的对唱组合让观众又惊又喜。非常紧张，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上这种舞台，跟赛场上完全不一样。有几次我在直播的时候，他有朋友 cue 我唱他们歌，然后后来就奥运结束后有跟他们就是聊个天，然后他们直播的时候我有进去，然后就一起合唱了几首歌这样。网友敲碗很久，希望可以合体，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话题邀请来现场的演出。那我们铁玫瑰音乐节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两个乐团能够共同来邀演。另一组合作歌手金曲奖最佳乐团血肉果汁机和金曲歌后张秀清跨世代组合嗨翻全场。台上超炸演出感染台下观众。接下来歌手韦礼安不久前宣布结婚，婚后首次演出充满粉红泡泡。为了你上山下海，还跟菲律宾演唱团体 Bang and Bang 以视讯演出的方式远端跨国共演，连续三天音乐盛会，超过20组艺人乐团登场，各种限定组合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民视新闻赖国斌桃园报道。